督，由于他永世长存，具有永不更替的司祭职位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子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们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，神父早安。我们今天庆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恒的大司祭，这个是在五旬节之后，圣神降临以后的星期四，是我们要庆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恒的大司祭。这是在2012年，我们现在的荣退教宗本笃十六，他与主教世界主教团开会之后，他们就决定了我们也要庆祝这个大节日。其实这个大节日不只是在我们的本笃十六他说定的这个日子，其实很多很多的那个不同的修会的团体，他们也庆祝了永恒大耶稣基督永恒大司祭。在之前，罗马保禄二世他在他的文告这些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但是到最后，本笃十六把他定为一个大节日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四眼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天主在天受光荣，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。主天主，天上的君王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，赞美你，称颂你，朝拜你，显扬你，感谢你。主耶稣基督独生子，主天主，天主的羔羊，圣父之子，除免是罪者，求你垂怜我们；除免是罪者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；坐在圣父之右者，求你垂怜我们。因为只有你是圣的，只有你是主，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，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为了你君威的光辉及人类的救赎，你派遣了你的唯一圣子做永恒的大司祭，恳求你因施惠着圣神所宣报的圣旨人员极其傲气的分饰者，在接受圣旨后都能忠实而妥善的进食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。攻读伊撒意亚先知书。乌奇亚王逝世的那一年，我看见上主坐在崇高的御座上，他的衣边下垂，
遮满圣殿，色拉芬次立在他左右，各有六个翅膀，两个盖住脸，两个盖住脚，两个用来飞翔。他们互相高呼说：圣圣圣，万军的上主，他的光荣充满大地。由于呼喊的声音，门线的基石也震动了，殿内充满了烟雾。那时我听见上主的声音说：我将派遣谁呢？谁肯为我去呢？我回答说：我在这里，请派遣我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。他使我栖息在翠绿的草地上，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溪水旁。他使我的心灵舒畅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常为我摆设筵席，在我头上覆油，使我的杯爵满溢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。在我一生的岁月里，常沐浴在你的恩宠与幸福中。在我有生之年，我要常住在上主的殿里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要在你们身上撒清水，并赐给你们一颗心，在你们内注入一种新精神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耶路亚，阿耶路亚，阿耶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耶路亚，阿耶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若望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，耶稣举目向天说：“父啊，时辰到了，求你光荣你的子，好使子也光荣你，因为你把管理全人类的权柄赐给了他，使他得以把永生赐给你所托付给他的人。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只为你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为他们原是属于你的。我已将你的话传授给了他们，世界却憎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将他们从世界上撤去，只求你保护他们脱免邪恶。他们不属于世界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。求你以真理祝圣他们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你怎样派遣我到世界上来，我也照样派遣他们到世界上去。我为了他们而圣化我自己，
是要他们也借真理而被圣化。我不但为门徒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从我的人祈求，愿他们都结为一体。父啊，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，就如同你在我内，我在你内一样，使世人相信是你派遣了我。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赐给了他们，使他们结为一体，如同我们原为一体一样。我在他们内，你在我内，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，这样世人便知道是你派遣了我，并且知道你爱他们，如同爱我一样。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和我在一起，使他们想见你所赐给我的光荣，因为你在创世之前就爱了我。公义的父啊，世人没有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了你，这些人也知道是你派遣了我，我已经把你的名宣示给他们了，我还要宣示，使你对我的爱存在他们内，我也在他们内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神父平安。在我们台湾有。我们台湾有一些的邦交，是在台湾，在台北有很多的大使馆，有一些大师在正式的场合，他们所讲的话，他们所做的事，不是代表他们自己，而是代表他们所代表的国家。比如说我们有代办驻台北的梵蒂冈的办事处，在正式的场合，他所说的话，他所讲的是代表梵蒂冈，代表梵蒂冈。那我们今天所庆祝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恒的大司祭，永恒的大司祭。耶稣基督是大司祭，他不是以前的大司祭。他不是以前他还活着的时候是大司祭，到他死亡的时候，他自己当做一个祭物，但是他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还是司祭，不只是到现在而已，到永恒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恒的大司祭，他是永恒的。那我们说为什么？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现在是司祭，永远是司祭。为什么我们现在呢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司祭，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神父？刚才所讲的代办或是大使馆这些的大使，在正式的场合，他们所做的不是代表是他们自己，代表他们所代表的国家。神父们也是一样的，虽然我们看到说我们有现在呢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神父，好，在外面跟教友互动的时候，是他代表的，是代表他自己，但是在一个正式的一个场合，在礼仪进行的当中，他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，他所做的不是他自己的事，是耶稣基督，或是耶稣基督，更好说耶稣基督透过他来牧放他自己的羊群。他自己不重要，我们可以说自己不重要，自己只是一个工具而已，所最重要的是在他背后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神父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没关系，
但是我们都是一个小工具而已，是耶稣基督所用的，耶稣基督所用的。所以在我们的灵验的进行当中，我们弥撒的时候是耶稣基督本身，他出现在这里，他自己牧放我们这个的羊群，他自己在这里，他做的这些的祭献，他自己施祭，祭台也是他自己的，做祭台那祭物也是他自己，他为我们牺牲他自己的性命，他是施祭，他是祭台，他也是祭物。在希伯来书，如果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，我们看了在里面的所描述的非常非常的漂亮。这个永恒的实际耶稣基督，他以摩西设的品位而做实际。那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摩西设的？摩西设的是什么时候出现？是亚伯兰，亚伯兰他出现在亚伯兰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国王，他也同时一个实际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是国王，他也是实际。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国王，他是司祭，他是先知，但是摩西设的他少了这一个，就说最完美的还是在耶稣基督身上。那这个摩西设的呢，他从哪里来没有人知道，他到最后他往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。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，他我们 也知道他来自哪里，他是来自天主，也回到天主那里。那个他以摩西设的品位做实际，摩西设的他是实际，他也是国王。以后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呢，他也讲了一般的实际在耶路撒冷，在地上的耶路撒冷，那地上的耶路撒冷有开始有结束。我们到现在呢，这个地上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哪里了呢？也不见了，圣殿，地上的圣殿就不见了。那这些的实际也是一样的，可以说是地上的实际们，他们是暂时有的就不见了。但是耶稣基督他是属于天上永恒的耶路撒冷，永恒的圣殿，那这个永恒的圣殿是在天上的。那他自己呢也是永远的实际，永远而存在的实际，超越我们在旧约里面或是新约里面所看到的这些的实际们。所以因为是这样的，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是明明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大实际，但是呢我们对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庆祝。所以我们的教宗，我们应该是前任的教宗门徒十六，他看到了这个以后呢，他就定了我们在五旬节后的星期四，就是今天，我们要庆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远大实际。我们在庆祝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远大实际，我们也是为圣召祈祷，为神父们祈祷，使神父们也可以禁止他们的职务。也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走这条路，成为耶稣基督的小工具，耶稣基督透过他们来牧放他的羊群，为司祭们，为神父们，为圣召祈祷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象一起奉献给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
奉献给你，为光荣你的生命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存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恩师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耶稣基督，你是我生命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。耶稣基督，你是我生命，是我生命，阿门。你是走路真的生命，你是人类的救主。欢聚一堂，我们高歌赞扬你的生命。耶稣基督，你是我生命，阿门。生命，是我生命，阿门。